之後的幾十年，無論你們身處在乜嘢嘅崗位，難免會有高低起跌。但係只要大家將自由同埋勇嘅智慧發揮喺工作上面咧，繼續抱住今日你哋所感受到呢份嘅榮譽感同埋使命感，我哋警隊咧一定能夠成就出心有所信、方能行遠嘅意義，嚟到守護香港。第一句是智者不惑，即是我们要明辨是非，掌握形势和与时并进。第二句是仁者不忧，一个好警察能够好像仁者那样无忧无虑，因为我们心存正义，自然一言一行都理直气壮。除了拥有仁爱的心，仁者的强大还是来自自我的约束。论语提到克己复礼为仁，作为执法者，我们要以身作则，处事要公平公正，以誠信為依歸，以無私為原則。最後一句是勇者不懼，我們在執法的過程中會面對很多的挑戰和危機，但是我們都會無畏無懼地去面對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香港回歸20周年曾經說過，為官避事平生恥，一個真正的警察以半途而廢為恥，以臨陣退縮為勇。我以處長的身份服務了警隊啱啱一年，大家甘苦與共守護香港。我們付出的血汗，因為守護香港所遇到的艱辛和委屈而流的眼淚，以及為了扭轉香港的形勢而展露的笑容，交織著成為我們警隊176年歷史之中不朽的一個篇章。